一一诸色，但唯心故。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，点赞并转发本视频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，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。问：若即心是佛者，则一切寒生皆有此心，尽得成佛。教中云何不见受结果名号之际？ 答：结果名号，乃是出世化门之中现前别迹，欲知真迹者，净明经云：一切众生亦如也，一切法亦如也。华严经颂云：显佛自在力，如说圆满经。无量诸众生悉受菩提记。又颂云：一一心念中，普观一切法，安住真如地。 乐达诸法海，又颂云：一一微尘中，能证一切法，如是无所爱，周行十方国，思则人法心境，悉即成佛。以一念具足，一尘不亏，念念正真，沉沉合体，同居常寂光土，具毫毗卢遮那，终无一土别身，胜强凡列。与三世佛，一时成道。 前后情消，共识累生，同日涅槃，始终见觉，免起有情无情之妄解，不生心内心外之邪思，可谓上无所求，下无可化，名真履实，得本归宗，具登一记解脱之门，尽受平等菩提之际。又古德问云：既色心不二，修性一切，何不见木石受菩提记耶？ 答：一一诸色，但唯心故，心外无法，岂为心念？而色犹存。佛但既有情，设无情也。譬如幻视，要即幻心。心在幻中，能持幻视，若其心念，幻视同无，故但灭心，不复灭视。众生色心亦复如是，皆如幻象。一切外境，从幻心生。 起由灭心而存幻色，此即有情的迹，无情亦然。是故无情不须别迹。玄义格云：真佛者，从初发心，集体一真法界，全同古佛，相集三际，全现一尘，性海无边，表里不可得。信此法故，名为发心。心无意念，故名为正。正成名佛。 的无方处，又圆教入初住人，心同法界，神无方所，何用天一天作四众围绕？夫历结国名号受记作佛者，未引未发心者，令向木耳。若爱着身土，情未尽耳。所以华严论云：初发心时，便成正觉，于一刹那即皆得此之法。 不许于刹那际外有别时，当知即非本法故。若有人于佛法中见佛成道，作结量言促处所而生见者，信亦未成，未论修道。若结者，本来全的触迷者，自没轮回。又云：但有所见境界，即如来名号，总是自心佛果所会之法。若自心不会，对面无睹见之期。